黑的边过，哦，这黑的旁边这山情况这边过。有雨花嘞。你买头买头上尾啊！你讲要老的有，有来提哦。他要来了吗？看到了，干那无无一定提走，搁未记提着嘞。安尼哦，安尼要搁未掉无？未掉啦。啊，遐那个铁箱里啊。好，拢提起啊。这先来这买买头这三位拢来1500了，500块。来来来，500块先买500块，给我来。这边，啊，要做地老师哦。这边，这里。来200块，干嘛？这里。来，鱿鱼花200块来弄来。这边。啊，鱿鱼花不要轻亏的啦。过来，200块，来，三张牛，我的那个，来，鱿鱼花来，剩这里没有人来，我问一下还有谁要200块这里？杨一真，你有来提无？杨一真，你有来提无？来，哪个鱿鱼花200块？那码头应该是一真的。来200来多来。来来来，好好好，来多来。来200一个上来。来。这边。好好好，来多来。看的时候解析度越来越差，你自己调整解析度。哪个人把先卖200块？点选右上角，点选解析度，存到700。医生，你没有来拿东西，来拿你的东西哈。不然以前我要怎么回家？来，没有了，来，我问一下最后一个100谁啊？100块，没来拿。来。没来拿高的应该是一针，没来拿那个码头的应该是一针，然后快点啦，我一起算啦，200呀，1000的，对，1000的，啊500的谁？好，等我一下，不然你卖完卖够了。我刘肉鱼的那个很早，刘肉鱼的那个很早，他没有来拿。好了吗？来，不赖鱼啊，200块，你有没有要？要啊，100块2只啊，1把。来，你不要后悔了，没事。来，不赖鱼200块，先买200块。一针没有来拿，不赖鱼干贝两盒的也是一针，你也没有来拿。我他妈讲不赞。正刚帮你留的，你都没有过来拿。来，都供完了，供完。再过几天吧。我了哈，供完了，一天200块，包一斤的，供完包200块。来，找钱的，包200块。啊，过来，我讲完过来，2包。350啊！你这样先就讲完了，嘿，这好食，好来，2包。来，讲完，我2包再来，好来。来，后面一个来。来，准备包1包，先卖100块。来，还有个沙巴鱼丸、回鸡丸，还有什么丸啊？个沙巴鱼丸跟回鸡丸，你有什么？我想要吃什么丸啊？无，除了蛤蟆以外。对，这边。哎，还剩500的。阿妈，先把弄来。来一千的。再弄来，有人买无？阿妈。
中午先买。加人啦。一千块的谁拿的？没有就收起来了、啊。两个没，还有两个。就没有了，要举手就硬要找人家。哎，他要打电话来。打电话就让他打，你又不接哦。反正又不是你在接的嘛，我在接。你妈妈什么麻烦？好了，你喊麦有人麦有人麦不弄过来，有无？再弄过来，八百、七百、六百、五百了。哎，五百块，那五百无哦。你卖五百块无？我讲面是包起来开价，较少个啊，还四百，拢来四百，四百块，要不要？快点，拿出来了，快点，来啰嗦。来，你是要来煮哪煎就对啦。三顿吃蛤蟆，来。三顿蛤蟆煎安尼。我下年后面这边飞机，我阁卖一飞机两百块。200块花枝丸，吃得到花枝肉的能吧？能吧？哦，能吧，来都来。别人臭脸好不好？笑一下。啊？什么？你骂我妈妈？200块，失业照顾的希望，失业照顾的救助，不要烦我，心情好好的，你不要再影响我。来，最后两个没有了，来，快点，好，好来。啊，虾仁出来。下面的虾仁多大块？啊，200块，没有卖200，最少300。这一包1000块。好啦，还那么多人三千来，来300块。过来，我们虾仁300的不？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、包馄饨、沙大块，来接来的哇。还在酒。哎，还有要仙人的吗？哎，沙发裤，哦，落了。怎么样？给我卖掉了。200啊。那我刚卖200。那个人家帅啊，300块还有谁要？哎。还有谁要虾仁300？有没有人要虾仁的300块？300块虾仁啊！虾仁搁300有人卖无？虾仁300块，虾仁300块。哇！7块哦，2包200块而已，好不好？一包。哎，一包。好，一包。快冰完了，快冰完了，快掉翻了。来，鸡块过来了，要鸡块了。来，鸡块过来。要玩水。这个来，这个也是。哎，那个也是1包100。哦，那个里面有包气死。啊，里面有。还有谁要鸡块的吗？100块。哦，过来，我们的鸡块我先来，过来。来七块要人家吗？对啊，两包。后面是文龙性跟烤鸭。来七块过来卖吧，七块，还是要鸡柳，气死鸡柳里面包气死的。两包，一包100。鸡柳。这一包我打包。好吃，里面包气死，不过要小心哦，那个会粘啊，很烫。那一包再给我。好，弄好的要不要再吃？不用了哦，鸡柳够不？海鲜羹吗？海鲜羹也没有。好，那7包，10包，四包呀。哦，海鲜羹没有了呀。哎，有没有来鸡柳？来这边。要200。来这里要1包放进去。过来，我们叫70鸡柳好不好？来，过来。没弄啊，有大包。70鸡柳过两百吧，100块，来过来。
那个椅子也是50公分。对啊，不用再。还有没有70机油的？200公分，来，这是100公分，100块。啊，这雪茄41元，合价41元，有人买哦。这一包是金章啦，只有人买，无人买，再跟我讲啦，一包100块尔。哦，41元。那个一支300，伊内底规支的。这是鸡腿，五谷鸡腿肉。对，你看那个呀，那个300来。那个几枚的？几枚的？这个300哦，两盒。我们几阿哥啦？几阿爸哥？哦。我们来这几个。阿哥，四阿哥。那个我也要一盒。好了。那个是炸虾。对，天妇罗炸虾，然后两盒多少？200块。好，要不要？要几盒？要几盒呗？拿几盒呗？几盒？一盒。嗯，一盒就好。一盒。不用再煮了。加几盒？加几盒？可以，一盒150。来四块，来这里再一盒。你也没喝过呀？都假的。你不喝过？对啊，没啦，没。来，好，加了，来一盒。红烧蹄膀，你要这个？来，这包包起来。好，来。红烧蹄膀，快起来啊！300嘛，哈。哎，300。红烧蹄膀，快来，谢谢。红烧蹄膀，哎。我上班比较好逛啊，对，好，拜拜。好啊，就到这来，看，干嘛嘞？好了，生桌面。这个是牛柳。对，你要吗？来两包的，可以。好啊。奶奶，你给我开火。这样穿多少钱？300。再有350。给我买一个。300。好，来。一盒350。虾仁呐。在哪两个？好，两个。刚刚没办法拍到，不过9点钟方向那个，第一次拍来这边拍9点钟方向的那一位，不过直播拍不到，但是我的360有收入进去。好，拜拜。Insta 360开上那个。Thank you.
挂钩哦。那个贡丸怎么办？贡丸一包一百。没有贡丸，那是什么？石墨鱼丸一包一百。这个是热啊。一包一百。那个也是啊。猪柳啊。那个也是啊。那个两包两百啊。啊，一包可以吗？一包可以啊啦。那是什么丸？石墨鱼。它这个也是石墨鱼。对。啊，买我要买一盒这个。一盒啊。我要这个。好来。这样子400块。这么小就没有鱼了。对啊。3包哦，还看没下落来啊？好，好，来6点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啊，黑林你好，来黑林来，黑林。啊，没快啊。黑林沙包，现在来黑林来，黑林那加那个石墨鱼一包，黑林加一包石墨鱼，你要冰块，拿冰块来，啊，好来。弄好，弄啊，是要弄啊，对。来，咱带起来。好，前面这边没什么人了，我先移到旁边那边去。好，这个时间就改这个角度就好了。你累，我就不累哦。OK， 比较累。不累不累。有没走的？啊？那个，我今天有录360哦，你们自己看再看360的影片，我应该会拿来做封面。我有带 Insta 360过来，但是呢 ，Insta 360有个很。有个缺点，它转档出来呢，例如我今天只拍了，目前拍了3.5小时左右，它转档出来要转24小时。我已经用 i7-12700 了，转档也要转24小时。快机流，快机流，快不要，100块。去买菜等下。不要了。菜。哦。200块啊。石墨鱼丸，对，石墨鱼丸。
石墨鱼丸一包1100块。我就讲你桃园同阿妈代表呢。桃园。阿姐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了呢。哦，见啦，你来啥呢？你等健康会啊？我睇到啦。加那个太辣两包花装箱。对啊，我会来整理啊。这要吃啊？对啦，下午2点继续直播，直播不一样的东西。下午2点，他紧张啊，是因为手不能举重的。哦，妈妈手啊，要。对呀。50斤啊，就对啊。早就。早就50斤了。哦，你要箱子的话不用特别，你就直接拿就好了。以后要箱子就直接拿就好了。太美了，美了。我表情都行吗？有啊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哦。预备回来。好啊，对啊。蔬菜，那个泡米粿。蔬菜。哦。别上班。今天那个冷冻后豆都处理掉了，汤都处理掉了。汤锅巴。什么？好。汤锅巴就。好。别跳了，卖完就好了，卖完就好了。没有了，剩下那个鸡块啊、鸡柳啊、还是猪脚啊、虾子啊那些。好，下班。5 4 3 2 1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明天见啦，拜拜。